特别是绿茶，你一定要吸。我也照一张，我可以照一张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就是我弄得不太好看，我也不太专业。你说还是第二道茶最好是吧？我是看到那个书上面说的绿茶。你们那儿菜是一个一人一份的那种还是？对，那边是以苏帮菜与粤菜为主，按份的。那边的菜，对对对。不行，六年时效。啊，你这样子的那个人。这个是不是这个是有点像法餐的那种菜单。